这个我们穿起来绝对被网民直接网爆，网爆，绝对网爆，同时取关。我们如果穿这样摆这个 pose， 不行哎、欸，大家拳头不会硬吗？我是霸咖小我三哥，这一天我们又来到，今天不是又来到，不是又来到，上海第二天、啊，还在上海，上海第二天，我们今天的行程就是完全又是小杨规划的，没错，真的，我们给你100分啊！今天我们也是随性走，其实这几天的 vlog 就是随性路线，因为我们想要让大家也感受一下，就是我们可能会去玩的地方，喜欢的地方，没错，对，喜欢吃的东西，喜欢玩的地方，觉得很酷、很漂亮、很美的小姐姐，不是的风景、景色、人文之类的。他昨天看很多了，我们不敢直接正眼看，我都要说什么快一点。他想说你为什么 cue 他？那不然我们今天约定一个暗号，不然你讲，比方说黑猪肚子饿，然后你就走。肚子饿，对啊，肚子饿不错。对，肚子饿，我们等一下再约一个。然后口渴看左边，对，我们等一下。肚子饿右边，口渴左边还不错。口渴左边这样。我们等一下也约定一个暗号。有肌肉，加油！吃鸡，想吃鸡。我们现在等车嘛，没错。等一下去到古镇，第一个古镇。好期待。他们说古镇啊，他们的酒你可以直接在那边从最低度试喝到最高度，最高度有60几度哦，然后可以直接在那边试喝到喝醉。喝到醉。好，我们车到了，我们车到了。上车，走。准备出发。我们现在第一站就蒙古奶茶，因为这边真的太超热了。老板现在可以买奶茶。可以，好，是冰的吗？是冰的吗？这个冰的好酷哦！哇，好帅哦！玉伟喜欢这个，谁？玉伟喜欢哪一个？玉伟，你健身带这个？哇，好帅哦！很酷哎，很酷！烈酒啊，我真的很喜欢哎、欸！不要叫我喝，我现在喝就等一下都不用拍，真的。我就是想这样，毕竟双频道总要剩一个主持人。这个很像以前那种《还珠格格》还是什么的，重点是这个袋子哦，起码在背的，这好适合你哦。为什么？这样啊，袋子啊，我们拿去逛街。我拿上去逛街，这是一个装可爱的包，它只装得下可爱。那不是你。我要买，给我钱。他这个，他这边要全包了。人家放包色，对，全包包色。这个超酷的，应该是刀子的形状的。对，是酒。对，是酒。老板好冷静哦，好惨，有什么没看过？这四个真的没看过。好，先卖奶茶，我们先卖老板的奶茶。老板，你推哪一种？我哪？所有的话，高钙水室内嘛，我招牌的。高钙酥油差在哪？高钙的更香，高钙更香，咸味的啊，都淡点带一点咸味，都有点咸啦，带点咸味。酥油奶茶香。哎、欸，那我们一起好不好？我们驼奶奶茶，好，我们让大家喝一下。我刚才被这个烧到，这个是这个是真的脚，这什么脚？羊的脚？牛的？牛的？羊是瘪的，羊酒是这种瘪的。哦，羊角是瘪的，牛酒是圆的。对，我犹豫一下，我犹豫一下，我怕我太冲动消费。小杨他们已经先喝了，他们已经开箱了，真是没礼貌、欸，真的好没礼貌。对啊，好讨厌，人家先喝。也、欸、没有，他们还留了超过半杯給你。你看了就知道哪一个好喝。哪一个是哪一个已经不知道了，盲喝。盲喝。你有喜欢的？有。他已经做出选择了。对啊。对，凯哥你喝。我觉得两个都很好喝，但我比较喜欢这个咸咸的。你看，你嘞？我两个都不喜欢。啊？不是少女。可甜可咸。好了，那个刚才那个酒。完了，我们现在进到一个艺品店，刚看到这个真的是太爆裂酷了，真是象棋耶！老板说这个是红木的哦，我觉得这个是玉伟，你就买这个，这个绝对是 OK 的，回去送爸爸妈妈，心意满满啊！这个不要买，这个乾隆这个拍照就没有诚意了，对啦，在我们频道没关系，这个拍照就没有诚意了。原本280，现价80，你这个我跟你讲，你回去送叔叔阿姨，然后他你就不要讲价钱。叔叔阿姨直接马上说明天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你看这个都开花了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个是老料才能够开花，一开花之后，他一定问你说：“儿子，你怎么花那么多钱？”还好啦，还好啦。然后这边你看，这有1、2、3、4、4盒，你就一次直接打包48，老板还可以打折。四组长辈一次送，四组长辈一次送，只有三套，只有三套，三套。老板，你先讲多少钱？三套，300块钱。不对，那一个80，三个三套。老板，是4套3套。不是啦，这个回去真的可以送。那这个老板，你这个里面有蟑螂蛋呢。这个，你这可以拿新的。老板拿就 C C。老板，这红豆哎。
各一套好像比较好。他要改各一套，各一套怎么算？各一套，这个这两种各一个。最后成交价，成交价一个一套120，敢不敢？你敢不敢？哇，这好酷哦！补足这个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们敢吗？不敢啊！敢看我跟玉伟穿吗？敢啊！敢啊！我们花钱让他们穿露肚装。我跟你讲，暂时不能当你的 partner。他昨天晚上不是这么说的。墙头草。他昨天晚上不是这么说的。他直接抛弃你了。这个我们穿起来绝对被网民直接网爆，网爆，绝对网爆，从此取关。人家弄起来是这样，你看我。人家弄起来是仙女啦，我们起来就是。我们如果穿这样摆这个 pose， 不行哎、欸。大家拳头不会硬吗？确定吗？这样子。确定吗？你要确定哦。不是我哎，我们去问一下。好，问看看价钱，说不定结果是我们两个漂亮女生穿啊。那这个租衣服怎么算？租衣服和化妆的200块钱一套。租衣服跟化妆是200块，如果要拍照是多少？你拍照的话也是200，但是都是拍完了就脱下来了。如果你租衣服的话也是200，就是你出去哦，自己拍，自己玩三个小时。那不行，因为我们预备将会玩坏，回来衣服爆掉了，衣服都爆掉了，好不好？有男生租过吗？有啊，有。哎、欸。我们他这种穿得下吗？你看一下他胸肌很大。我们这个这么壮，可以啊。哎呀，哇！老板娘已经见怪不怪了啦。你们要试吗？化完到化完妆要多久时间？你也很快，我很快，就是也很快哦，也很时间没有距离的，每个人用的时间天生丽质，因为他可能脸比较大，就要花比较多的时间，对不对？不对，像板娘的那个脸啊，他长到心坎里了，他脸比较小，可能就是一下20分钟，对，你这嘴2小时跟20分钟其实也没差多少。对，我们现在换完了，老板娘送的就是苗族的衣服，超美，他看超美的。沈哥的也超美的哦，我等一下拍给你们看。好，黑色超有个性的。姐姐现在帮小李长用了一个辫子。大家如果被邀拍照，一个人要收20块，10张我就回本了。不是，想回来，等一下回来，10张我就回本。谢谢。我们 King Cam。好了，那我们买一送一，就是对对对，两个一起拍。好了，买一送一30块啊。哇，戴上那个好凶啊、喔！这个真的是我穿过最屌的、欸，好浮夸哦，超浮夸，好喜欢。我好了吗？还没。哇哇，好细致哦！哎呀哎呀，这个是漂亮吗？老板娘好漂亮啊、哦！不是，我找到卖点。傻眼，刚刚是血拼哎！你们猜了吗？果然你真的猜对了，没拍。我刚才你们帮我们拍啊。等我们拍。我们才刚出去拍、啊，我们才刚画完。对啊，对。哦，你是要租出去的。大家资讯很不对等哎、欸，刚不就这样吗？就有点像是那个，你知道台湾也有这样子苗族七爷八爷、番蟹将军。那你们的衣服穿错，因为那个。范谢将军高的应该是白的衣服，然后好了，我们是公主，欸、你们这个是什么苗族吗？对，苗族，苗族。那你会，而且你不觉得这个辫子很厉害吗？你会放毒吗？就假的啦。你会放毒吗？这什么直男的回答？然后我就毒牙你。哎、欸，他那个是骑车的那个驱魔灵诶、欸，他有很多驱魔灵。直男，我们要去拍照，不理他们了。走啦，去拍照啦。我买了羊肉是吗？羊肉，我先帮大家试一块可以吗？古镇这边一定要吃这个现切羊肉。这个这有皮的对？带皮的。有皮有肉有哇，有肥的地方，肥的地方有点像冰淇淋的那个样子。我现在吃一下，蛮好吃的。很 Q 很嫩，姐姐说很 Q 很嫩。对啊，我哇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哇，怎么样怎么样？来一口，来一口焖。哇，好会吃哦，羊味很重，来来来，很重。Oh my god， 这个怎么样？很冻，对不对？有很冻。大口吃羊肉那种，蛮好吃的，蛮好吃的，而且肉也不会很硬。你看他已经吃到在吮指了。这个可以单点吗？土包肉？那我们就一个。对，来这里一定要吃的吗，姐姐？对，这个是必吃的啊，必吃的。这个都是看那个，大家好，我是恩客。对，就是他家的，就他们家的。
但是你要吃咱们家是真的，你要吃别人家一定是假的。看看这肉的品质，切开了它是整块的肉，它不会散啊。你看看，哦，真的哎。你那个假的，它里边是碎肉啊。大家看一下，麻酱。麻酱香香。而且肉真的不会散。里面是羊腿肉，对不对？羊肚包住羊腿肉，羊肚包羊肉，好嫩哦，超级嫩，多，你吃啊，好，好香，好香，对，跟你想象的不一样，对，羊肚不会那种咬不断的，对，然后肉很香，不会有那种很重的羊骚味，大家来真的可以吃这个，这个汤也很好喝，对，它的汤有点像台湾的那个大丸大肠面线，我觉得很像那个大丸的那个汤。这家我跟玉维刚才有来探过，你看的招牌就已经很张狂了，我在上海等你喝被挡住了。这家店的老板是小姐姐，然后她没有在怕你喝的，我们刚才试喝她都直接说来啊来来来，我们就爱这种不怕你喝的，走，你看小姐姐的气势，她已经在等我们，她是看我们在拍，她就赶快低头，她应该等我们，我们继续来拍。哇哇，这里菜多久了吧？是不是超酷的？它这边就是有水果的哦，水果的，水果我可以，还有这种，哇，醉太白，桂花，千里飘香，醉上海，390，这个是可以自己买的，这是选瓶子哦，然后对，买二送一，买二送一，100，买二送一，好，我们来挑酒，队友，我们来决定一下怎么样。我还是挑这个千里飘香。好，等一下我们来试看看。小姐姐直接帮我倒满，只要我喝不醉就可以一直喝。她还叫我去旁边买肉，然后在这边喝。你要不要试那个？哇，这很酷哦，这是荞麦的。荞麦、哦。千里飘香是荞麦酿的。荞麦第一次听到。上海是芝麻酿的。好酷哦。是黑芝麻还是白芝麻？不知道。我只知道是芝麻。芝麻。你不要为难小姐姐。没有，我没有为难，我是。就芝麻。你要不要来？芝麻。他可能只能这样。干杯，大家。荞麦的，荞麦味，对不对？真的，真的有荞麦茶的那个味道。它吞下去之后，有那个荞麦的那个香味，真的有，好喝哎。醉上海也是，它有芝麻的味道。这个好可惜，不能直接用寄的。如果这可以直接用寄的话，我就直接爆买一波。这个很红，对不对？我没有在怕。我们刚才已经前面喝了一些白酒了。再来，你试看看好不好？好像是米酒，那不是这里的，是单独。好吃吗？哎、欸，超级好喝，超好喝，超级好喝，因为它超级冰，而且它结冰，超级冰哦，碎冰，超好喝。还有桂花荔枝，桂花荔枝在哪呢？那我可以试桂花吗？很好喝哎，好喝，好喝吗？我第二杯了，来呀，来你先。黑猪在后面默默的第二杯了。阿婶先，阿婶先，干杯，干杯，干杯。哎呀，不一样路数。但我喜欢原味的，好像不用挑了。我喜欢原味，原味它是可以拎那个一桶，是不是？不要啊！那个大的那十一斤，不要。那个多少钱？不要，那十一斤，但是原味的是180吧？常温这样可以放多久？常温自己，常温它发酵了，肚子上。哦，所以我们只能买在手上喝而已。好啦，一斤就好了。好啦好啦好啦，暖霸鲜米酒来混到底耶。超混的，刚82，什么38、50，忘记了。52啊，56，52、56、58，这真的好好喝哦，都碎冰哦。这是湿那个哇哇哇米酒版的湿热冰，酒酿的湿热冰，这双好推哦。我们今天来吃上海菜。他们在吃本帮菜的时候，就是本帮菜的口味就是会比较甜，甜哦，比较甜。对，然后它有很多像它的卤肉啊，或者是一些就是本帮菜的鱼，它就是会炸过在里面。我们吃，因为像昨天我们台南的口味吗？不是，不是台南的，完全不一样。等一下可以试看看。好期待、啊！很多菜都是甜甜的。我们今天可以吃到这家餐厅，完全就是靠小杨的表哥。的餐厅，我们这一趟旅程其实蛮多很奇特的，对不对？你看又摘星啊，又干嘛？对，所以我觉得蛮酷的。他们要攻击螃蟹，
而且你来的正是时候，刚好是秋蟹，刚好是秋蟹，然后直接拿手哦。好，我不习惯带那个。你看这个蟹膏，哎呦，我们刚才没拍到蟹膏。是咸，对，也蛮咸的。所以我觉得很好，是台湾可以接受的味道，蛮熟悉的，蛋超肥，满足的脸，满足的脸，我好吃这个，就是上海，超好吃的，它很酥啊，是不是像我讲的都很甜，就决定了，我可以接受的那种，但都是甜的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们现在来试试看这个是不是很酥？精髓，因为这个东西我要做的非常精致。很酥，这边是鱼皮啊，什么全部都酥酥的，然后甜甜的。那我感觉他说其实差不多，就是这里我真的觉得怎么样？不能期待，对不对？它这个有点甜甜，有点像那个我们吃稀饭的那个红色的那个，那叫什么？豆枣。对，我们现在吃的这个鳝鱼，感觉这个是笋子加鳝鱼。我之前在台湾不太敢吃鳝鱼，因为台南最喜欢表演那种什么30秒还是1分钟炒完一个鳝鱼里面，然后那个鳝鱼都还是生生的那种，我不敢。Q 的，我觉得这个很有笋子的味道。下一道菜是一个汤品，狮子头。狮子头汤，现在尝一下它的汤。怎么样？你们两个刚好都来喝。清汤感，你觉得这个汤怎么样？很解腻，没有什么负担的感觉，就是那种大骨头蔬菜汤的味道。刚好可能菜如果很甜的话，刚好可以稍微解腻一点。可是这个甜对我们来说是可以接受的。这个是就是一份就是一颗这个狮子头。可如果你觉得这个它狮子头，你觉得你一颗这样吃不够的话，你有一个方式可以去让它分量整多，就是去挖人家的狮子头。我们米其林推荐的下粉捞饭。这个是五茶大米，然后蟹粉，请到。哎呦，他等一下这样子拌，对不对？对。这个是蟹粉，蟹粉，灵魂小酱汁，灵魂小酱汁，画龙点睛的地方就在这。你看这个脚腕，还有，就是富贵人家的咖喱饭。等一下，这个好像才叫蟹粉蟹。价位是1999，哎，跟我们昨天吃的是也差不多，哎，对呀，因为我怕烫，我先小口，我怕烫。吃不到饭，对，都蟹肉，那个饭直接融掉。我们昨天吃的那个是吃不到蟹肉，但它这个里面超多蟹肉，六只螃蟹，要吃这个喽，薯条鱼，这是松鼠，就是松鼠桂鱼，你那薯条，薯条鱼，哎，直接夹看看，青椒面啊，对，你这个是真的不错，真的，下一道，真的假的？然后我刚才推荐的，来，小哥看推荐。太不可貌相，真的太不可貌相，肯定不是好吃的味道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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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好吃的。一般看到绿绿的，他会觉得它超糊的。那你们觉得就是？因为它很嫩哎。现在最让你们惊艳的是哪一个？我就是刚那个饭，刚那个饭。应该除了烤麸蛮惊艳的，因为烤麸是吃过的味道。这个，其他都不吃。你知道这个蟹粉的，表哥说要沾那个醋。专业吃法。哎呦哎呦哎呦！怎么样？它下面那个芝麻看起来就超爆好吃。我的天！你们看，我们昨天吃的都是水。我们昨天吃的生煎包是那个猪油，它下面已经很脆脆的，皮是有点那种像馒头那种。这个价位一定是完全不一样。你看，里面的肉多多。这个一定要吃，这个是超经典的烤大茄子。如果你们来上海玩的话，一定要吃这个。看，哦，这是我们这趟旅程大家推荐的锅包肉，我是没吃过，东北菜。对，东北菜，他们说这也是当地。我自己最喜欢吃这个，很厉害，这个烤韭菜，这个我喜欢。还有烤蒜头，蒜头被我吃完了。好，这就是我们这两天在上海的。耍费放松，再加上还算有工作，有工作，我们有工作哦。对对对对对。总而言之呢，虽然没有骑车，差一点啦。对，原本要来骑车，虽然没有骑车，但我们还是要说那句的话，每个人一定都要有一台属于自己的重机。那就对啦。这次说起来骑车，杨里长，从我们频道记得要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
如果你想要好好支持肉脚爱骑车或是其他里长频道的话，记得给他按超级感谢，超级感谢，我们非常感谢你的支持。肉脚爱骑车，我是小豆，我是沈哥，我是杨立刚，我是黑猪，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你们上班可以喝酒吗？可以喝，就看自己的酒量。哇，有没有缺人？我可以来啊。对，你可以打无酬工。我很会招揽。你可以无没不要酬劳就喝酒就好。看我这样子，抓好之后，然后三角旋转这样子。拖鞋要放上。可以。拖鞋换成这样，二三角。对，前面是爱国。三二三角。他比较好转。要优雅，要优雅这样子。好的，导演。对。好，没关系，算了，没关系，算了。